起的事情，我先别跟你计较。要不我今日来吼，一定要把小强带回去。阿文强，我求你，我即摆给他存小强钱，你唔通给他带走好不好？我袂敢。你是来急啥啦？既然敢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财产若分到你，我自然就会害你啦。你想讲我甲当作报仇？我跟你讲哦，你想我跟我配合，要若无我袂放你煞。啊，回来了。小强，明天就跟他走，你知影吼？你搞较注意。小强。小强，爸爸来找你喽！哎、欸，爸爸、啊，哦，乖乖乖，哇，你有想爸爸不？有啊。有没有乖？有，小强，你待最听话。哎、欸，好好，爸带你去换衣服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好，爸爸我最爱耶。妈，就是最里面那间了啦。小弟啊，小弟哦，若有小朋友伫个，你唔通互人歹面色看哦。你也是无辜的，你知影无？哦。小强，找大妈和姐姐。大妈。姐姐，乖，大姐，小丽，文雕，你带两个囡仔去吃物件。妈，我要陪你耶。对了对了，到阵来去较好啦，哈。听妈妈的话，去吃物件。若有人哦，唔惊歹看，要留落来。我嘛唔反对啦。好啦，无阮来去啦。我们等下进前会敲电话，哈。来，小强，来，哎、欸。大姐。吃茶啊，请你叫我吴太太。吴太太，我知影我无迄个资格，要求你来了解我。我嘛无想要跟你抢文章，啊，不过想话料想袂到，这代志会演变到今日这款的地步。敢讲？是有人提刀啊！看到你的阿妈棍，逼你跟阮头家斗阵。我假讲无路用，我无想要听你解释。我希望从今日起，你莫阁跟阮头家斗阵。你唔通逼我去法院告你，到时阵大家都无面子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你的路上会比我更加凄惨。免等你开嘴，顶一届我已经带小强离开。假使你若不相信，你用个孟美惠甲富彩，这届是文娘伊家己找来，美惠。本正就是伊在牵线嘛，无喏，你唔通误会。李慧会跟我联络，是为着要帮助文忠来照顾小强。事实上，伊伫在保护你甲小丽的地位。你即摆讲这话，我一句拢听袂落。要答应唔答应，就等你一句话。唔是我唔答应。是文忠硬要把小强带走，讲要回去分家伙。我总不应该放小强一个人做我家己走。你嘛是做人老母的，囝着亲像家己的一块肉，咱将心比心。假使若是你，你敢放会落？
我也查好清楚。假使讲你讲的是真实的，我绝对袂为难你。啊，不过你若做任何一件危害到阮吴家的代志，我会无惜一切的代价，甲你拼到底。什么人？阿爸，是我啦 ，Amy 呀。哦 ，Amy 呀。阿爸。嗯。来，我给你扛的。阿爸。嗯。我今日一个人吼，啊，不是伫咧房间无聊。我专工去家己买一台收音机来买予你听呢。好呀。哎呀，我做予你听。你呀，这广告啊，这是广告啊。哦，这台唱歌戏。啊，这讲新闻的啦，这精彩的吼。阿爸，虽然吼你看袂到，啊，不过你用个听啊，对不？来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哦，来。这开关在这下，好，这个，啊，大声一些，这个，好，这个右边这个，阿强，这里转来，好，好，有啊，这边好哩，哎呀，艾米啊，你好，真好替阿爸想，无啦，啊，自从有电视了吼，就垃圾耳朵真罕你听嘞。啊，这是几点啊？即摆哦，暗时要十点啊。哦，啊，文中啊，伊唔拢伫咧听，伫咧看电视啊。大呀哦，无咧，爱着常常出去，无伫咧厝诶啦。啊，是去倒位啊呢？啊，大概吼，去应酬去啊啦。去过应酬啊？啊，毋过吼，应酬了出问题啊。是出啥问题啊？啊，着一个查某。查某？是啥查某？哎呦，阿爸，啊，这款代志我哪好意思甲你讲啦？我哪无甲你讲吼，到时阁惊迄个查某带迄个囡仔来厝里闹、厝里吵，安尼吼，厝边头尾也知影吼，是下死情，你知无？啊，像阮家做新妇的，若出去吼。那面敢惊会出去？查某，阁有囡仔？是啊，啊，迄个囡仔吼，嘛毋知迄个查某甲啥物人生啦，敢硬要讲是大兄生呢？大兄哦，实在有够失德啦，啊嘛毋敢毋承认。啊，阁有啦，迄大嫂哦，阁替大兄哦，对你暗看啦。是文中啊。这媳妇哪是的？阿爸，莫生气啦。媳妇呢？小丽，你先啉哈。媳妇呢？我知这个代志是我对不起你，你的心情我嘛了解。我是想要拜托你讲，在阿爸的面头前，面子小给我留咧。阿爸的病才拄啊好尔，袂用阁受任何的打击，吼。你的面子，我会甲你顾。认真讲起来。我比你更加惜命主，所以你放心，我袂去甲阿爸斗。妈，
回来了。阿爸，秀芬，你讲，文中啊，伫咧外口是毋是做啥物袂见情的代志？阿爸，无啦。对啦，阿爸，无啦，我本来有啦。无，无方便哪会起用？从我目睭若青眠。耳孔也袂臭伊人的，秀芬，你有啥物委屈你讲，阿爸给你做主。阿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贤话，哪会大家拢唔讲话？恁目睭内还阁有我这老爹啊无啊？啊！阿爸，你唔通起来啊！你也同款，什么代志拢瞒我这老的？妈，你不要再瞒了啦！你心里有什么话，你就告诉阿公啊！小丽，你入去房间。咩？小丽，踮阿公边啊？有什么代志讲阿公听？小丽，阿公，我跟你讲哦，阿爸伫外口有查某啦，还生了一个儿子。年纪比 Michael 还大哎！我中啊，有听无？连你的查某囝都知影讲你在外口做一款见笑代，你有啥物资格做人翁婿、做人的老爸？啊！阿爸，你莫生气啦，文中已经知影伊唔对啊，而且伊即马嘛已经无甲外口伊的查某来往啊，大兄。啊！你挂手就抓考着过，阿嫂拢已经下去啊！阿嫂，你是早够戆嘞！啊，大兄凊彩就抓话，你也相信哦？阿咪，你要踮阿爸面头前乌白讲哦！我讲乌白讲，大嫂甲小姨拢亲目睭看到啊！我看你手上的伤应该是还袂好啦吼！啊，你敢敢伫咧众人面头前无承认了？好啦，要看就互恁看啦，伫倒，伤伫倒。有啊无？伫倒，安尼个。把手还来吧你。到底闲乱啊？闲乱啦！爸爸的手没有伤啊。有人哦，空嘴薄舌，为了擦白，要来陷害我啦。艾米啊，你哦。好啦，就是我看唔对啦。啊，你伫外面乌白来的代志，我搁乌白讲。我中，你是有家后的人，要紧啊。还搁在外口做这款哦，互厝的人咧烦恼的代志。阿爸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我唔对啊。也毋过我伫咧外口，都已经甲人有囡仔，叫做吴志强了，是咱吴家的骨肉。阿爸，那是你的大孙呢。无喏，阮也无承认，迄个囡仔是吴家的大孙啊啦。阿爸。我买口，这是你的大孙呐！啊，秀芬啊，阿爸，这个代志，阿爸尊重你的决定。小丽，送阿公来房间。好。秀芬啊，啊你的意思嘞？啊囡仔，你阿爸拢尊重我的意思，我嘛无啥物通好顾虑。虽然我敢来小丽姐怎么个，阿不过，伊是我亲生的骨肉。秀芬啊，秀芬啊，我求你啦，让小强倒来认祖归宗好唔？我都已经咒诅，我要跟那个查某来往啊！是安尼，你不爱相信我啊？在我亲目睭看你跌倒啊，怪你家己的爸。
情的，既然都是把我骗的，你讲啊，你叫我即马是要安怎搁相信你，要安怎相信你？大兄，还是家己的家较重要啦。阿林小姐跟小强，我看哦，你得卖去教养因母仔囝平静的生活啦。我的代志卖你插啦。啊，大兄林奇哦，唔知是你得到啥物镜头，就小狗咁鬼快。好啊啦，我代志是你抓出来啊，即摆嘛顺你的意啊，就敢讲几句啊。阿谦，我到今仔日才知影，文中啊，这文校的进程，店外面就给咱生一个孙啊。也毋过偏偏，毋是咱新妇秀芬啊生。唉，当文校因的面头前啊，我毋敢让秀芬啊来为难。也毋过迄囡仔。总是来魔改骨条。我即摆伫个厝内底，就敢若是一个外口的死混人，拢无人要插我。啥？啥在听？阿爸，我是灭灰啦。啊，你哪一个人出来？是你哦。富察，我即摆有代志，看完再敲给你。阿爸，有啥物代志？你去叫恁大嫂来我房间一下。哦，好。我先送你回来去啦。唔免。你去叫恁大嫂来就好，妈唔知影。哦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查某囝？阿爸，你在找我？啊，秀芬啊，门甲关起。好啊。别哭，阿爸有代志要求你。阿爸，你有什么代志，起来甲讲啦，起来。我话，你若无答应阿爸，阿爸永远跪遮袂起来。阿爸，你讲什么代志，我拢答应你，起来甲讲啦，好，起来。真实的，我秀芬。真实的，起来。秀芬，阿爸代替五家祖先，先甲你说多谢。秀芬，阮五家，到我这一代，第二房的本后，到我生一个查甫孙娘娘，认定真少，所以我要求你，和文中啊，伫外口迄个查甫囡仔。会当入咱五家吗？好。秀芬，秀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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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爸，我姐姐，秀芬，秀芬，阿爸年岁啊这么多，骨节也无坏过。我希望你会当成全我，阿爸他死了啊，嘛只好迄个面摊去见我五家的祖先。
好，秀，你答应阿爸。秀芬啊，你怎啊？秀芬啊，秀芬，阿爸给你跪啦！阿爸，阿爸，你别怨阿爹了，就是不会想到要去，阿爸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讲啥物？我答应你。秀芬，秀芬啊，秀芬，阿爸知你真委屈，我一定会补偿。我在阿爸开明，替你出一口气，不搁再让你受委屈啦。我今日讲噶，就要你知，我甲阿爸无伊厝内面大细汉的代志，结果呢，我得到的是啥物？阿嫂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阮一家大细拢真尊重你啊，好听话卖讲啦。阿祖对你袂歹，你是安怎替文忠甲伊个查某伫牵线？你计是讲我不知影是？不是啦，我自从知影大兄的代志了后，我第一日咧看伊回头，也以你为重。啊，像即摆林小姐伊搬去啊，就是为着要闪避大兄啊。人讲，你也趁在趁，你也敢在趁，今日。我去过林小姐因家，我亲目睭看的，文中一枪破顶了，一手牵林小姐的手行出来，到即阵你搁要坐？阿嫂，阿你哪会知影林小姐伊新搬去的所在？阿娘慢慢冒胖啊。我真是因为小强破病啊，我唔才把人生囝你遐尔关心，你敢有关心过我？我是不应该啦，也毋过手巧苦入无苦出，阿嫂，我拢是为着你啦。手巧苦入无苦出，吴美惠，你爱记。我靠！伊个查某细个，伊嘛细我，厝内面个人，大家拢细我，干呐我唔是，讲啊好听个，我是一个媳妇，其实我只是我家一个煮饭洗衫带恁个，奉替大家查某囝个。媳妇呢？媳妇，媳妇呐，阿样代志，你有要考虑较清楚嘞无？有啥物通好考虑的？哎，林小姐，人伊都决定要离开这啊，哈？来，搁再讲吼，无得卡无偌久，你就要做副总经理夫人啊呢？你是伫讲啥？你若肯哦，小强入门，
啊，我会当加分一份财产，我就有钱通买公司的股份入董事会。那安尼，副总经理迄个职务就咧等我做啊。恭喜你哦，副总经理。秀儿，叫我副总经理咧。唔敢会伊的心柔软啊！啊，其实心肝内已经答应啊。坏女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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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我爸爸，抢我爸爸，抢人家老公，坏女人。妈，你来看，来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帮你泄恨。嗯，好。哎，妈，你现在有阿公给你当靠山呢，那爸爸以后他在外面啊就不敢乱来了。小弟啊，妈妈想问问你哦，如果我答应让你爸爸在外面生的那个男孩带进来吴家，你会怎么样？阿公不是说都尊重你的意见吗？那你还要把别人家的小孩入我们家的门啊？可是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啊。那我就不是吴家的后了。你是女孩子啊，早晚要嫁人的。就算你嫁出去以后，生的是男孩子，也是要跟婆家姓啊。这样你爸爸这一房同样没有男丁，能够传香火。难道你真的决定要认那个孩子啊？嗯，我们中国人最注重血缘，尤其是男孩子。如果我不让他进来认主归宗的话，我这做新妇的也可以受人拐吧。既然你都那么大方，那我也无所谓啦。反正我都已经十几岁，多一个弟弟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可是啊，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教训教训那个小鬼，替你消气。我就是怕你这样子啦，你不可以欺负他。开玩笑的啦，我才不会跟一个小鬼争宠嘞。那就好。好了，赶快睡。哦，好。小弟啊，你要照顾你阿公哦。我知道啊，我跟阿公最好，我当然会照顾他咯。还有，你爸爸在外面工作也很辛苦，你要顺他的意，不要顶撞他，知道不？哦，知道啦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小丽，你也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应该很懂事，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，对不对？妈，今天讲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哎呦，我要睡觉了啦。我最灵的
我家祖先阿母不好心不受悔，还蛮袂当替文中生一个查甫的，伫适合文中伫个外口，甲一位林小姐生一位后生，通传宗接代。今日新妇要离开吴家，好以为林小姐娶伊个大孙，离咱个吴家个门。林小姐看起来真力挺骨力，一定是一个好媳妇。阿母，你个宝贝阿爸个病早一日好起来，咱一家伙啊，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媳妇伫遮，甲你拜拜。早餐就丰富的呢，有烧饼、油条、吐司、牛奶，还有稀饭，我提给你吃吼。哦，这青草哦，等今仔是啥？初二还是十六？你拜土地公哟。阿公，你就是咱家的土地公啦。小李啊，你就是安尼哦，拢哄阿公安尼欢喜啦。大哥哥，去叫大家，叫恁阿母来吃饭。好。这秀芬啊，真正是一个好媳妇，害我呢脏碗烦恼归案，听阿公伊无欢喜。阿爸，哎，老早。阿爸，老早。老早，来，哎，吃饭吃饭。阿公，阿公，妈妈不见了啦！啊，是去哪里啦？妈妈伊离家出走了啦！离家出走？你哪知啊？因为老几方派位给爸爸啦。我讲诶。紧紧紧紧紧，快些来呀！紧找我听看麦。文忠，我走啊！我想一暗才做出这个决定，我无怨恨，也未后悔，也未伤心，有的只是祝福。希望我的离开会当让你得到幸福，唔通让小强甲伊的亲生老母分开，斗阵甲母仔接回来。我嘛身为人的老母，知影失去囡仔的痛苦。小李已经较大汉，较捌代志啊，伊一定会体会我的苦衷。妈妈，
还有照顾阿爸的责任，就交代给林小姐。你身为大兄，应该要有迄个北肠，让小弟小妹唔通。文忠啊，啊，先让伊来唔过头路。阿都，阿爸，我遐歹势念哦，我念互你听。好。阿嫂是劝大兄吼，唔通为着钱财产哦，伤着阿爸的心嘛，阿嘛伤着兄弟的感情，家和吼才会万事兴。阿爸，我无啊，唔管有还是无，拢出去阿才收阮做回来。那你可以听有听无？好啦，我来找啦。阿爸，啊是要倒找啦？什么人你啊？对什么人去找啊？出去找，听到无？阿爸，你来叫我，你也出去找。小弟，是阿公无，阿公一定会叫恁阿爸去找恁阿母倒转来。阿公，我就感觉真奇怪，阿爸将阿嫂叫入去房间，啊，无外久哦，我就看阿大嫂用哭的走出来，我向前去甲伊安慰，伊突然间讲出许多对我不满的话，伊佫怨叹讲，伊的冥婚虽然是新妇，也毋过实际上，敢若是一个煮饭洗衫的查某囡仔。听你的话意，好像就阿爸想要甲囡仔接回来的款哦。如果唔伫个正人面头前，让阿嫂歹决定，才会私底下找伊参详。阿嫂才会安尼为难，想袂开啦。卡叔公真实是安尼，都袂怪阿嫂会留迄张批，顺阿爸的意，又搁表达出伊心中的不满。阿爸即摆一定艰苦无人知，要哭无目屎。一个是新妇，一个是孙仔。伊毋知要偏倒一边啦。大嫂又搁讲，阮五家大叔拢咧为大兄，伊总有一种去予人欺骗的感觉。那大嫂伊一个查某人，啊是会走去对咧？伊敢会走倒去外家？我咧想无可能咧。你也知影咧，大嫂嘛是爱面子的人哦。嫁出个查某囝倒去外家，大叔会去互笑啊。而且后头厝的人嘛无一定会谅解伊啊。凡事哦，咱当初是处理大兄甲林小姐的代志哦，处理到嘛有唔对的所在啦。下咱赶紧四个去找看卖，阿伯伫咧厝一定足烦恼的。五点，啊，拢还无人回来。阿公，饮茶啦。哦。小丽啊，啊，恁老母已经出去几工了呢？爸妈呢？找到了没有？文忠啊，秀文他找有无？爸，啊，秀文他找无呢？啊，
夜天出去几工，找无秀芬哦。啊，我嘛找到因后头厝去啊，因后头厝的人都真无欢喜，讲啥物查某囝嫁人啦，若出代志叫我爱负责啦。无唔对啊，是咱五家对不起秀芬啊。我实在是真不能解讲，为着一个我拢唔捌见过面的孙仔来这逼去，我安尼做实在是唔对，我那真糊涂啦。叫你老翻天啦！我阿爸，阿爸，你莫急啦。秀芬啊，平常时也都真明理，无得甲嫁几工啊吼，伊若较冷静嘞，伊就倒转来啊啦。过嫁几工啊，嫁几工啊，爱一个查某人，是要走去倒位啦？妈，我太傻了，原来你昨天讲的话是有用意的。小丽，你是讲你妈妈昨暗甲你讲啥物事嘛？你甲爸爸讲。你太自私了！你从来没有为妈妈想过。小丽啊，小丽，阿爸，我去把她看完嘞。小丽，别哭啊。爸爸一定把妈妈找回来了，哈！伊被回来了，他是被你逼走的。爸爸无这个意思啊，我不过是看恁弟弟小强带回来，啊，看恁吴家也看人丁兴旺无。难道说妈妈没有替你生儿子，你就可以在外面交女朋友了吗？你哪安尼跟爸爸讲话哈？我只把妈妈的感觉讲给你听而已啊。卡叔爸爸若要甲恁弟弟带回来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如果我反对的话，你就不会把他接回来了吗？我只要妈妈回来了，其他我都不管了。小丽，你应该了解爸爸有苦衷嘛。这是你讲给阿公听啦，我要睡觉了啦。小等下都要吃饭啊，你在睏啥啦？妈妈又不在了，谁煮饭啦？你等太久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去陪你的副财阿爸遐哦，我养伺候啦。你伫遐哦，定地，你紧出去啦。还是几点啊啦？啊，煮一个暗顿，煮遐久煮袂好势。阿爸，你搁小坐者，我去看卖。李慧啊，哈，恁二嫂吼才等来无外久，才灶脚也较清楚，你也毋叫斗三工者。有啊，我拄仔有去啊，啊也毋过伊毋互我插手。那是恁二嫂对你这個小姑较客气啦。啊，唔通敢那大小姐咧安尼，坐咧安尼，嘴开饭就来，还食饱咧等腰。
当着我来服侍你哦。无啦，阿爸，我哪会敢？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，阿爸来啊来啊来，来来。来啊！你呀，阿爸，阿爸，谢谢谢谢，我快疼掉啊！谢谢谢谢，带来家了，家了。阿爸，我替你爷了哈。好，来，啊，差个这两行菜，差一案嘛。